黄老师带你看新生第二段。皇后花园在斯普莱是非常出名的，这里有很多这个就主要是华人区，OK，那里面呢还有这个Plaza Da Sé，然后还有里面呢也有这个最新的这个戏院，那在旁边呢就是 Super Mall 啊，Super Mall 也是很出名的啊，那再走向里面去的话呢，就是努沙贝沙维那边的了，可以的。那现在我们直下这个南下行山啊，南下行山，所有北上的车就是往古莱那个这个吉隆坡方向前去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呢在这个前面这个行人天桥的，就是右手边呢是国光华文小学。国光华文小学呢是在斯普莱非常出名的华文小学，很多人都要把孩子送来这里的，因为这里的这个学校蛮出名的。好了，我们这个是八里半的这个河这个桥啊，这里我们叫八里半啊，这个前面这个街牌的旁边呢，这个左手边这条路是进去南方学院、南方大学，也是他们那边的 must 的那一个区了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南下，不远呢，我们就会到新山市区的。好，这一路上黄老师将跟大家做向导啊，我不是什么专业的导游，不过呢，我就跟大家聊聊，给大家happy happy 在吃饭时间，哦，也看那个新山的街景啊。如果你很久没有回来的话呢，你看是不是还是一样呢？OK，所以今天刚好天晴了啊。OK，前面呢，如果是转这个左手边的话呢，就去这个加兰根巴斯，从那个方向去就可以去到这一个根巴斯，还有就是进入这个南北大道也可以的。好，对，我在这个再向前走不远呢，就会来到这个巴拉丁这个商场了啊。这个巴拉丁呢是在新山呢也是蛮的出名的啊，里面的这个店呢也非常的做得很好。我喜欢来这边购买他的这个蔬菜呀、水果啊、鱼呀，啊，我会我给我太太都会常来这里。好，我看不到那个佛跳墙区哦，因为太亮了。OK，现在你们看到这个桥的，这个桥是特地做给他们进去这个巴拉丁这个 shopping mall 的啊。OK，大家看到吗？OK，好。大家吃饱了，就在来跟老师走走一下新山啊！我今天带你们走走啊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所以带你们走走一下，看看一下我呢，下来呢都会在这个我的王老师这个粉丝专页，会不断的给大家拍摄一些video 啊，或者是直播啊，关于我到的地点啊、景色啊，给大家看看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欢迎你按赞、按关注；如果按不可以的话呢，按 notification。所以老师就会放这个视频。那我左手边的电路的地方名叫做 Taman Pengawabala，Taman Pengawabala 啊。这个我的右手边呢是 Kipmat Supermarket 啊，Kipmat。好，前面那个行人天桥那边的那个左边进去是大曼酒后啊，大曼酒后很久很久的一个花园的了，一个老花园来的啊。想当年我在毕业的时候啊，我在新南住的时候，我还来过这个地方做这个 door to door sales 啊。OK，前面这个路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地点，对不对？像左边上呢，就是去这个巴西姑娘了，巴西姑娘的 highway 了啊。OK，向左这边向左就去巴西姑娘 highway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必须要再走这个中间这条路去的，因为前面靠左的话呢，是可以去这个达曼柏林。现在这个车在排队的地，这个 lane 呢，这个车道是去达曼柏林的方向，或者他要转回来去北上的。上面那个天桥呢，你就看到那条大路，就是这个从第二通道去巴西姑娘的这个快速公路了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丹背的这个区了啊，丹背的 area，丹背啊。我的左手边是大曼谷口边啊，也是很久的一个花园了，大曼谷口边啊。